史蒂夫，听说你又研究黑科技了，这一次你又研究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老大，这一次我就种了四棵树而已。啊？种了四棵树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大，还不都是因为小伙伴吗？他们说我老是研究生物，没有研究植物，这不我就种了四棵树吗？没关系，史蒂夫，种了四棵树，我觉得你这四棵树肯定非比寻常，对不对？老大，这你可猜对了呀。史蒂夫，快给我讲一下这四棵树有什么特别的吧。老大，跟着我来。老大，这棵树可是黄金树，它能掉落黄金。老大，再来看第二棵树，它是铁矿树，能够掉落铁矿。老大，最神奇的是第三棵树，第三棵树掉落绿宝石呀。史蒂夫，这棵树是不是掉落钻石？老大，这都被你给猜出来了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史蒂夫，以前你不是研究过盆栽吗？这怎么长成大树了？老大，那只是小小的盆栽，掉落的又少又可怜，这可是大树呀，你就等着明天收东西吧。行啊，史蒂夫，那明天我就坐等了，看看会不会掉落黄金、铁矿、绿宝石还有钻石。老大，你可就瞧好吧，明天拿个袋子，把你的袋子装得满满的。第二天，这老大怎么还不来呀？这都掉落的好多了，再不捡可就没了呀。史蒂夫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睡过头了。老大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去捡吧，再不捡可就没了。好嘞，史蒂夫。哇，这掉落的太多了吧。史蒂夫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哇塞，真是美滋滋啊，史蒂夫。老大，怎么样，捡得开心不？史蒂夫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这四棵树就放在这里吧，每天早上我按时来捡。老大，我看行。史蒂夫，今天我可就先回家了，明天我继续来捡矿石哦。